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，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，世俗到天亮，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。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，喝了几大碗米酒才离开是为了模仿，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，你一天一个一个心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弄出来我要学李白，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才，要是弄出来我要学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。要是弄出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了模仿，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，你一天一个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弄出来我要选李白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才，要是弄出来我要选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。要是弄出来我要选李白，创作